厉害喽。我跟你讲，艺人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前一秒钟还在讲一些不能播的东西，然后三二一过来，大家装，大家装，装没事。那个今天呢，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等一下呢，我们会那个在差不多看一下哦，差不多八点快要九点的时候，我们会整台歌，而他不知道，他还以为他要整别人。请各位到时候那个准时收看，好不好？我也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295人。那刚刚讲话等于没讲，要等人多点说再讲。对。然后这个，那我们现在不能播麦卡贝，播了会那个回溯。对。那就不要开声音了。没关系，我不播，因为我等一下要那个教台歌日文。台哥一直想说能不能利用工作的时间顺便学日文，对，顺便学个日文可以帮助他玩电动，对，他怎么去日语教室打工了，顺便还可以赚钱，我在后面一面可以赚钱又可以学日文。你们上次那个大日本就录了一个直播，对，我有看到那个林静，林静，可是林静我觉得严格来讲他不算是直播，他的主题是什么？是直播吗？还是网络红人？直播红人，直播界来的都是蛮多直播界的红人。有什么我认识的？林静你看过吗？哦，我看过他粉丝团，他很好笑。因为一期中有叫鲁鲁跟卤蛋女生。一期哦。然后还有我只认识我们的卤蛋。然后还有叫丽娜，在内地的直播平台，可是他台湾人。哦，我想说还特地去内地把他找。然后还有菜渣啦，菜渣我知道，菜渣有啦。哎，他们上节目不会紧张吗？全部紧张死了。那大人们捧的大，就是他们司机嘛，然后要 Q， 然后比方说，哎，听说有曾经有人给你500块美金，就是叫你换一次股价，对啊。真的吗？那你后来真的有换吗？有啊，跟我很像。真的假的？那这件事情到底是？他是怎样？他是给你500块，然后你真的有收吗？有啊，啊不是哈，我们是告诉你，这是我们提醒你啊。后来你要把所有事情讲出来，说哦，就是他给500块美金换资，太紧张了啊！是我会很紧张，他也从来没，他以前到了都对着手机或者电脑，他没有对过这么多电视机、摄影机在对。哎，你不要讲，我觉得他们愿意去上就算是很勇敢的，因为一般人家都不太想要去上。很勇敢。第一个是你上那个节目，他有可能会有一个心态，就是他会觉得说他自己是被笑的，就是说好，我们来看一下网络这些。可是他有换句话讲，其实如果他去上那个节目，增加他的名气，他以后他开直播人数会更多，他可以得到的效益会更高。他搞不好会有些人觉得说，你们看电视的人不来看我，却没用。对，有些人应该是这样，肯定会这样觉得。好，那个台哥现在化妆，等到台哥化完妆之后，我们就要来。教台哥日文，那我们要什么东西教台哥日文？你有看过网络上有一个勇者喜欢巨乳的那个短片吗？哎，真的没有，因为我对乳这种东西没什么感觉。真的吗？我最不喜欢美女啊，什么，我就很害怕。真的吗？我最怕的就是女生穿比基尼。那真的，以后如果真的有惩罚，你就用女生穿比基尼一群这样，一群我就会很怕，你就很害怕。最怕的就是、這個、包围这样，包围，我就一直贴，贴，这样不行，看这样看，当面，不行，真的不行，好可怕，好可怕，这样，惩罚，来讲这惩罚，我是会怕。你就怕这种，对不对？超怕这种，很可怕。OK， 他大概十，尤其是18到30岁的比基尼女生，31就不行吗？勉强可以，31就没那么怕，我比较没那么怕。到35就不怕了，到40岁会就会憎恨。哦，再来到50会开始有点喜欢。我们身边没有什么35、36的好朋友，没有，没有什么，除非我找一配，一配还可以。他的视觉年龄是30岁以下。我现在播影片，大家有声音吗？应该是没有。等一下跳完而已。等一下呢，我们就要用那个网友很熟悉的《勇者义彦》喜欢巨乳的那段影片来帮台哥上日文。你知道那个你刚刚聊的那个菜渣，他每次上传影片都超级多人看。而且我看他上传影片其实蛮酷的，他是30，像 VR 他也会上传他玩 VR 的影片给大家看，还蛮酷，便利商店那样。哦，我想说你是 gay，
我是，所以尽量帮我安排在跟女生同一个化妆间。你会很害怕吗？不会很害怕。你看，浑身不自在，很奇怪，很奶油。对，那真的如果不想被同性看到的感觉。没错。我来帮台哥看一下他的粉丝团。我们每周都在思考说，到底 Gank 这段时间我们怎么样可以把它过得很有意义。其实好像就不用不用有意义，大家就放放松，是不是其实也蛮开心的。还是我其实 Gank 的这段时间我们就来打一场英雄联盟，大家就看你死这样。其实这块蛮酷。我曾经有想过另外一个是，你不是有时候比如说温妮来嘛，你都会温妮都会请你弹吉他，有没有？你就在那边唱歌，我就觉得其实这样也不错。如果前一小时温妮在的时候，你们两个就可以在那边弄一弄。对，可是你会发现开播之后两个人都没什么力了。前一小时开了场演唱会，开播之后就没什么力气。用吉他唱歌是一个这么损耗力量的事情。对，开播之后是也不错，反正大家应该也会想听温妮唱。很多人都在问说为什么温妮没有来。很简单嘛，他有工作嘛，对嘛，不然呢？而且我今天出门的时候，遇到温妮。哦，真的吗？但是我没有跟他打招呼，为什么？他看起来是要去工作，就步伐很急，就是从我面前走过去。他会不会是想要休假，然后骗我们说他有工作，然后就想说他想要过一个平凡的星期四？通常会想要休假的是只有台哥才会，他想要小姐嘛，会想要休假。喂喂，台哥人呢？好，去拜拜。这个这么远，上次那个我们已经试过，就是用台哥的粉丝团同时也可以直播节目啊。嗯，对对对，上礼拜我有试过。我忘记设定，等一下去设定一下。问你们有没有？你们上礼拜有没有看那个半夜有一个女生她在健身，然后开直播，然后胸部很大，那个人就是米恩。他怎么会走这条路？他最近不知道怎么搞了，怎么误入这条路呢？这条路呢？这条路不好走。对，因为我就要讲一个内幕。你还记得上次我们是发了一个那个比基尼的妹来整你们吗？对，这样。然后其实，在找那个妹之前，我有问米恩说明天要不要来，然后米恩就犹豫了一下，然后跟我说，我觉得这个尺度有点大。然后我说，哦，这样子吗？他说，我觉得尺度有点太大，真的很不好意思，我真的很想来，可是有点不好意思这样。我就说好，没关系，你也有尺寸，那就比较好，因为毕竟你尺寸比较大。隔天我就在家里看到他在健身房直播，我就从沙发摔下去，摔到门口。你又是一个很妙的人。他可能觉得穿比基尼在摄影棚很奇怪，可穿比穿那种就是在健身房，那就 OK， 那是运动，对，那就是健康的。我觉得蛮酷的。而且他的在健身房运动，竟然请了一位摄影师。你应该拿他手机帮他播的。真的是蛮酷的。真的是蛮酷的。好，我跟你讲，大概你撑一下，我要去设定一下那个等一下直播的粉丝团。好的。希望我回来的时候已经。各位朋友，最近呢，我的粉丝团会进行就是几个字形容这张照片，比方说我昨天就 po 了一张照片，然后我就会说请用三个字形容我，你们就可以上去留言，要杀要剐就随便你们，但是我会回你们，那感觉起来效果还不错，所以呢，我现在就要拍一张照片上去，然后我就在你们面前自拍，拍完之后，你们可以用，好，今天就用五个字形容我好了。等一下啊，我先拍一下。好，我拍了这张照片之后呢，我俩会上传到我的粉丝团，然后你们就可以用五个字来形容这张照片。我都在你们面前拍了，对，给你们看看刚刚拍出来这张照片的成果如何。可以呢。好好好，我就 po 这张上去。那各位朋友们，请用五个字形容我，很可爱哦。还有两个字。好，就用两个字，我就打两个字。哪两个字？退战。退战，打五个字好了，没关系，一律以官方粉丝团发的为主。重点是我粉丝团没有蓝勾勾，更不知道哪个是官方的。今天录木曜四超晚。
可爱的大根，可爱的大根，请用，请服用，不是，请用五个字形容这张照片。形容这张照片。好。好，我发出了。卡哇伊，卡哇伊，长得好像大力水手。妈不怕死了没？给你们看，我昨天黎明技术学院校园，然后我就拍了一张我拿主持棒很帅的照片。我说拿三个字形容我。你在穿裤子？有啦，我有穿裤子啊。有啦，卡其裤，卡其裤。然后我一泼，我说三个字形容我，下面就100多个留言，比方说什么必须死，喜欢你，我爱你，还我林明真，但字数已经是超过，所以林明真有来，好正。还有什么白中红，必须死，黑大根，对，非常多的必须死，本人帅，有够帅，爱你啦。要给我一堆中指哦，所以欸，我妈有大概有10000多个账号，然后她是有程式的，她就一打爱你啦，她就会分散不同的爱你啦的意思，然后传到我的粉丝团。是，你是不是用机器发的？我如果今天没有走这一行，我应该是刚当一个工程师，电脑工程师。你妈妈那一万个账号是你帮她办的？对，是我帮她办的。我们两个在家，我们家有好几台电脑。其实你妈妈就是你。我妈其实就是我本人。醒醒吧，你没有妈妈。没有妈妈，好不好？想看一定红，是本人。哦哦哦，哎，我每一篇都有回，我每篇都回三个字，感觉人家在拍广告。哎呦屌，超好听。然后我昨天唱了大概三首歌在现场，就是因为有歌手 delay， 所以我就唱了蛮多首歌在现场。好了，我已经开放刚那张照片的留言，我们来看看。有没有人已经留言了？哎，已经16个留言了，好快啊！5个字，大根必须死，不要骗我们。安妮，这个不是你，别模仿纳豆，可爱死大根。然后好恐怖，特上柠檬茶，没错，这是我最近，哎，这不是自入哦，这没有自入哦，这是我最近发现 Seven 很好喝的饮料，特上柠檬茶，你们有机会可以喝喝看。大根必须死，大根必。真的没有，我只希望说经过我这样一 promo， 他们可以给我钱。哎、欸，我不能讲5个字啦，你们这样都打大根必须死。我跟你讲，大根必须死没有创意，你们要有创意一点。我等一下趁空打一个回你们。啊、我失策了，怎么会是5个字呢？好的，你们的留言同时，我又回到我们麦卡贝的聊天室跟大家聊天。是不是？大哥刚刚进来，大哥有点驚。化工饮料，他其实他有特上，哎，上选什么奶茶是不是？特上红茶。特上红茶。不错。有人去看过《英雄内战》吗？我前几天去看，好看，还不错，好看。电影真的是可以放松心情，对不对？757人，绝对这个时间只有757人，绝对是因为我的关系。我慢慢进来，等一下。上次有我的时候1700，你说有你的时候1700吗？现在才700多。那是因为刚刚一开始的时候陈百强在。那是因为一开始都陈百强在，他是陈百强一个人在的时候1800，还是我现在离开画面会不会数字反而更高？对不对？我们也不要这样子咄咄逼人，对不对？没有关系的嘛，没有必要做到这一步，没有必要到这一步，对不对？看你的了，那个谁？是你的。其实因为我很想要过去化妆，只是台哥今天 Cedo 要 Cedo 蛮帅的，所以我就等台哥。然后说我今天头发可以弄一下，哎，我头发真的很想剪，都不能剪。哎，你没有看我和我17岁吗？蛮好看的哦。有看到我有演吗？蛮好玩的。可是他现在已经长大了，他们已经长大了，长大就没有我。
秋秋竟然就可以两千，我也觉得我今天穿的奇怪，不对，我今天穿的是很奇怪，还主要是人的问题。我觉得有可能，我外面那件是有点厚。对啊，这件衣服要是给女生穿，那该有多好，若隐若现，洞洞装，然后女生这样就可以看到她里面穿什么衣服，甚至看不到里面的衣服，都有机会耶。威力在忙啦，因为等一下我们有，等一下会有那个特别的活动。哎，《滚石爱情故事》你们已经看到了吗？哦，播完了，哎，五月已经播完了。你们看到我跟陈怡蓉还有朴学亮亮哥一起演的，对不对？那是哪一首歌？我等一下也要来看一下，好像在第二十几集。你最近好像很常拍戏哦。嗯，因为我最近晋升为戏剧圈不可或缺的一个甘草人物。真的吗？那是我自己封的。不解到这么严重。自己希望有机会可以那个，好不好？哎，我们今天这个人数有点低耶，怎么办？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跟你讲，人数低绝对是因为下雨跟母亲节。大家已经这一半都是母亲节了吗？是这样子吗？对，因为母亲节当天大家都会知道说当天一定很难定位置，所以他就提早过。真的吗？一定呢、啊，也不用找到里面试过吧。有，因为礼拜五就开始就订不到，礼拜五就周末啦，所以礼拜四是最好吃母亲节的地方跟时间。我是认真的，我是专门在分析这件事情。今天去各大母亲节餐厅说，哎，看一下好吗？看一下啊，全部没有人。实体真的是蛮酷的。哎，我的电脑登不进去。台哥为什么还不赶快来学日文？他有点不好意思。为什么？他们想让别人知道他日文不好。对，不想让别人知道他日文不好。有点不好意思。那你教他别的语言呢、啊？他别的都比我强啊，没关系。有点道理。对啊，这边跟各位讲一下，因为我们等一下大概八点多的时候我们要整台歌，然后我们会让台歌觉得他没有被整，那些他被整。哦，对啦，都在看比赛啊，闪电狼要打 SKT 啊。真的吗？对啊。又是闪电狼。闪电狼真的今年我觉得其实是打得蛮好，战术执行的算很厉害。现在最强的不是他吗？对啊，今年第一名3-0直落三击败了 AHQ。真的假的？嗯。那我们下面却事实上是他战术打得也蛮好的。哎呦，你讲好像真的一样。嗯，因为都是我听一些赛评在讲，我把它抄过来，这些话我把它抄到我脑海里。所以我希望大家在看 SKT 跟闪电狼的比赛的广告，这么卑微，这么卑微，因为这是国家的荣耀，我们不能够去抢国家的荣耀。是的，在广告的时候，可以稍微也不用跳过来，你就开另外一个视窗，再一起这样对看一下，然后把我们的声音关掉，没错，继续看比赛，这是一个支持的行为。哎 ，SKT 就是 Faker 在那一队，对不对？对。那和 Faker 这一次有打吗？ Faker 是已经不在 SKT 了。他现在是不是已经晋升为是那个教练、非选手了？对，就不是选手了嘞、欸，是吗？对，我也不确定。其实我真的也不确定。他们说我左下角眼睛左下角血丝也太多，到底是看得有多清楚？你们是拉大再拉大，对，是不是用 HD 在看吗？对啊。他人问我说热不热？很热。我说比起热，我根本想让你们看到我的样子。没错。广告的同时看一下木牛士，等一下那场有什么好看的？你们是觉得闪电狼会赢还是 SKT 会赢？我们公司蛮多闪电狼的粉丝，因为我觉得闪电狼今年真的打得非常好、欸。真的吗？你光看他跟 HQ 打的战术 ，HQ 跟闪电狼在打那三场，是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时间让你觉得他们有赢面。哦，真的吗？我觉得有一点虐的感觉。我是个人立场哦，以上言论跟麦当劳无关。有点虐心，虐心。看到台湾这么强两队，很开心，互相这样哦。在而且有这么精彩的比赛可以看到、哦，对，然后又觉得替那个 HQ 感到很可惜，很可惜，因为你 HQ 的实力到国际上应该也是可以打出名堂，真的。但是就是这一次冠军只能有一个，就是让闪电狼去、啊。如果我们组一个明星队，比如说你，然后阿虎，安杰西，然后跟杰林、黄登辉这样。黄登辉，你觉得我们如果跟闪电狼打，胜率大概有多少？你是说认真打吗？打五场就赢一场就好，你觉得胜率有多少？我觉得应该是要问说你想要胜率有多少。你觉得你想得到，我们就拼拼看。
然后 我跟你讲，可以啊，然后就这样，然后把他们滑鼠左右交换，他们用左手点滑鼠，然后他们用脚打好。这就跟中华职棒选手在跟明星球员打棒球赛，他们右投就要改成左投，是真的吗？真的啊，投手就要改成左投，然后就是来打一场这样子，所以把他们滑鼠一位移到左边，然后这样打，这样一定打不赢啊，这样太难了。哎，说不定还是可以，因为那是观念的问题。可是当然也是不一定，因为我们实力是不弱的。那我们来办一场慈善邀请赛。慈善邀请赛，对，省电脑。曾经阿虎去参加一场比赛，然后就是公益的比赛，然后他对上 BB， 就 TBA BB， 然后他们打中路嘛，然后后来阿虎就杀了一颗 BB， 然后赛评说：天啊，阿虎单杀了 TBA 的 BB， 阿虎单杀世界冠军，这样，他不小心单杀了一颗头。阿虎从那时候讲到现在。他很得意，这是几年前的故事啊，才两年前，他很得意。对手是卡古爸，卡古已经算了，还他爸爸。他是什么情况下会打到？就是一个公益赛，在台高雄，然后还做一个公益赛，然后他先把卡古爸杀到自己肥肉，然后单杀了一次 BB， 到底有什么好爽的？其实这事实也证明，就是像我们这些八大想要碰到这种强力的选手，一定要是这种公益赛，没错，一定要打了公益的旗号，他们没错，公益赛对不对？有机会可以玩一下，玩一下啊。小安杰西是真的。很喜欢打那个英雄联盟，但是最近英雄联盟看不到安杰西的身影，因为他最近都待在纽约。真的吗？对，他最近都在 PS4 待在纽约。哦，他在玩那个全境，就是那个什么游戏？全境封锁。全境封锁，我也有玩。有点想他哈、哦。啊？有点想他哈、哦。蛮想他，他最近新出专辑的 MV 啊。拍戏就跟你一样。拍戏啊，就是忙。可是我们真的是校园还是会碰到面。真的吗？ Yes， 对。还不错，我们看他能不能六月回来募药，有机会回来跟大家聊一下。有机会，还在抢，还在抢。对啊，哎、欸，对啊，我们一定要先跟这些实况组先打一场，赢的话才可以跟闪电狼他们打。哦，六鸟他们很强哦，六鸟很强，卤蛋可能比较少在玩，但六鸟很强。不行，那六鸟应该用左手玩。然后因为我们真的没什么，如果连跟六鸟打左手，我们都输了，就不用去淌这趟浑水。为什么要去浪费闪电狼的时间呢？让他们好好练习嘛。对，我们不要浪费他们时间，好吗？还是其实我们应该出奇招，我们应该要派那种完全不会玩的人，就是台哥，然后 Kid， 然后就是去乱了他们阵脚。对他们说怎么搞的？都十分钟了，他们还没有从那边出来。对，然后就干脆弃权。然后台哥他们说商店是哪一颗？然后为什么我没有钱？然后就要解释很久。破到塔里。对，那个塔为什么会打我？要讲很久。太好笑了。真的是蛮好笑。小安电动到底打得好不好？是不是打得不错？还可以，以女生来讲就是还可以。还可以是。嗯。而且他脾气不好。哦，你不要爆他的料。不会啊，他不是那种。很台式的脾气不好，他是很会生自己气的那种。哦，我怎么死了？就类似这种，对，这种脾气不好。好了，不要开玩笑啊。我去看一下那个台哥的状况。好。哎，要不要带个枕头过去跟棉被？是不是？更渴，其实也不知道要更渴什么。聊天我也不知道要聊什么。因为你们也不会想跟我聊天，我就看看你们的评论好了。十分钟全队站在家里，那不是很吃亏吗？来了。哎，你们今天有看到一场比赛，我觉得很酷吗？就是在破塔，就是17战队 M17。打 HK 是不是？然后最后 HK 要赢的最后一下，就一七战队的小兵破了塔，然后他们就晋级了，他们就赢了。为什么这么多磁铁啊？洋洋听说现在大陆好像还不错哦。哎呦，短期内，还不错就对，还不错就十月回来，另一半是谁？因为他偶尔会回来，可他回来那天不一定是礼拜四。哎，这样我必须要预告一下，接下来两三个礼拜都很厉害。你说会让你忘记洋洋那种？非常好，跟阿汤讲一下。阿汤，礼拜四的工作全部推掉，我不要了。来来来，叫推雷梦山滚掉。我全部推掉。哦，
他说凯哥说要你先跟各位观众识别他要进来。你说要识别他要进来学日文？对，可以。广大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我要离开这里了。我知道你们都是为了我看这个 gank， 但是没有关系，我离开了，你们要一样好好爱护台哥。快点走！好，台哥在。好，我走，我走。哎，这种，哎呦，是这个哟，这是能量石。我跟你讲，顺哥在卖的。没有啦，他是这个磁铁啦。哎呦，他已经在卖能量石了。太行能量，那就是已经不行了嘛。喂，太可以，太可以。你先来，跟你学。来哟、哦，来哟、哦，嘿嘿，好来，嘿，这个好来，金登山啊，来，来，来哟、哦，嘿嘿嘿，来哟、哦，嘿。大哥，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来哟、哦，这是桌游，大哥。你到底要干嘛？夸下夸下哦，哇哦，哦，来哦，哎，来哦。开单双啊，单双单双来来单双来，快点做了。单来双，单吧我想。单来双，单吧。嗨，吹水开，单是吧？单吧。好，来哦。能量石单好来，嗨。二三四五六六七八。九十，来，再给你一次机会，单刷哦，单吧，单刷，单吧，单刷，单吧，十二，十二，单来刷，单吧，十四，十六，十八，双，好，我赢了，不玩了，这一把就是你的，你做，那我拿走了，凯哥，我跟你讲，其实我刚刚抽走一个，哦，真的吗？看到没有，所以是单。没有啊，哎，没有是单啊，就拆刚那一把啊，就十八嘛，然后到底会不会玩？教你作弊的十九，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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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没有做，哎，这个不是作弊啊，你们到底会不会玩啊？真的是，开单双都不会，我们都是用那个叫什么围棋，你知道？所以围棋的时候不是拿来下围棋，赌博的道理。单双啊，穿几黑几白了。大哥，你先坐那个。来来来来，大哥，我想你先把力量节省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只是跟大家聊天，你放轻松就好。欸，我是八点才上班的。对，你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我叫你来这边吗？干嘛？因为我一直觉得你现在已经是一个游戏界的阿公 ，Game 欧吉桑。Game 欧吉桑看不懂游戏的日本人太丢脸了。这样，你万一有一天接到来自我讲，其实我讲一个真的很屌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儿子玩电玩玩到会讲日文，真的。他一个单字一个单字把它背下来，然后那天我跟他用日文稍微讲一下，他居然都可以回答我。对，对，他只是说他可能文法不太懂，所以他跟我讲说，是不是可以找一个老师教他把文法教一教，然后他把日文就他就可以融会贯通。那就认真去上课。所以，我来哦，单双哦，凯哥，凯哥不要再单双了。还有我跟你讲，我利用一些网络上网友很喜欢的一些很红的影片。你可不可以不要用这个？因为这样袋子这样讲话很臭。真的吗？对。哦，我对前面，好不好？我看前面。你可不可以这样再戴一个口罩？在外面吗？对，因为你这样讲话会喷口水，那口水碰到空气后，它会氧化，氧化它就会臭，原因是这样。对啊。那我要戴个口罩。你戴个口罩，然后再喷一点香水。我要不要干脆就我直接头出去外面这样就好了，脸上来，然后我讲。对。好了，台哥，我跟你讲，我决定要把以后 gank 的时间变成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时间。不是呢，因为我发现其实很多人都跟你一样，就是他玩游戏，然后他会一点日文，可是他没有很会。他也不是这样讲，就是他没有受过正式体制下的教育。可是他，你说他不会，我有受过正式体制下的教育，说的是。我说过你，就是真的会，可是他没有到很会。对对对，我还是可以讲了，我可以看。到台哥的地步，已经不需要在那边学说。来要单双啊！不是，不需要学说怎么写作文，然后怎么背单字，对不对？你现在重要的是要怎么讲。我说对吧？没有没有，我现在要写，或者写他，比方说。成语海山，错啊！海千山千，你要先学。不米森，亚马逊。你要先学讲话。就这样。好吧，那我们现在先看一段影片。好，看一下。哎，那个我的笔电有进导播机吗？我们先看一下这段在网络上很红的影片。哎，可是我跟你讲，你这样用掉我一个小时，我就累了。等一下可能要提早半个小时下班。你先放轻松，你现在是跟我聊天，没有在昂节目，轻松看。可是我都把它当成节目在做。
この戦いの日々の中で一つ気がついたんです。私は恐竜が好きなんだと。恐竜好きだと。その次の楽しみ。カワイの村を出てから毎日、盗賊や魔物と戦い、魔王を倒すことでいっぱいだった私の心に、ふと巨乳が舞い込んだ。偉いもんが舞い込んだな。いつしか魔王でいっぱいだった私の頭は少しずつ巨乳に侵食され、今では巨乳しかないと言っても過言ではない。巨乳しかない。不信感、こんなに近くに女子がいるのに、なんで今さら。ラサキ、お前ならダメだ。自覚してるだろ。早く笑ってるぞ。お前、勇者が巨乳が好きで何が悪い。むしろ勇者だからこそ巨乳が好きだと言っても過言ではない。あ、就在那影片，すごい。聊天之前已经。勇者之外，勇者叫什么？ヨシヒコ。ヨシヒコが巨乳が好きで、何が悪い？そうです。そうですね。そうですね。コロコロの毎日。一つ気がついたんです。好き、大好き。気がついた。巨乳が大好き。そうですか。そうですね。然后才跟我跟你讲，像从这个短短的一分钟里面，其实你就可以学到很多惯用的。巨乳。那これから私は先生いいですか？いいです。はい、あ、先生。はい。始めまして。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はい。はい。さん、看看你。講義、今日の講義はお願いします。はい、講義はこちらです。はい、講義。講義就是讲义。そうです。あ、いっぱい。講義がお願いします。はい、いっぱいです。很多です。ペン、你给我一支笔。你还是笔是？对。放哪个声音的笔出来？圆珠笔吗？圆珠笔，圆珠笔。那个你看第一段哈，他说 ，futo 就是 futo 在哪里？这里啊。futo 就是。Yoshiko 是谁？那就刚那个人，勇者的名字叫 Yoshiko。他的名字叫 Yoshiko。Yoshiko。就是勇者是 Yoshiko 就勇者。不是勇者。勇者。他的名字叫 Yoshiko。Yoshiko， 他的意念 Yoshiko。然后 futo 就是不小心的意思。他说 futo， この戦いの日々の中で。この戦い。戦いの日々の中で、日々对，在这个每天日々の中で，日々不是日々就是两个音的，日々啊，韩币哈，日々の中で。他说在这个每天，对，一つ気がついたんです。他在这个每天战斗的日子里面，我发现了一件事情。一つ気がついたんです。一つ啊，就有一个嘛。有一个事情，一つ気がついたんです。気がついたんです。发现一件事情。気がついたんです。気がついたんです。你再造一句给我听听看。我发现了一个什么事情。ラーメンが大好きだと気がついたんです。我发觉我喜欢吃拉面。超喜欢吃拉面。気がついたんです。あ、そうですね。彼女は綺麗だ。気がついたんです。那我真的发现她是一个美女。美人だ。彼女は実に美人だと気がついたんです。美人だと気がついたんですね。美人だと、あ。美人だと気がついたんです。突然间发觉你是美人。对，然后下一句他说，私は突然间发现，对不对？对，私は恐竜が好きなんだと。ちょっと待って。はい。気がついたんです。あ、この店は老舗だ。だと気がついたんです。突然间发现。老舗だと気がついたんです。気がつく。気がつくね。他原来是一个老铺。原来是一个老店。啊，すごいすごい。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然后大哥，你看这边。你会觉得他讲说，巨牛が好きなんだ，为什么要加一个多？好きなんだと。为什么要加多呢？多义务。就多义务个多。他明明是他自己的事，他却要讲说好きなんだと，所以他这一个惯用语就是好きなんだと。前面发生了某一件事啊，然后加 des 型的加一个多，他要做的事情是。他要第三人称客观的描述自己，就在装模作样的时候用。他就很冷静的说：“其实我发现，我还蛮喜欢巨乳的，是这个意思。”他去客观的去评论他自己，所以他客观的讲。所以比如说，私は、あの牛乳が好きなんだろ。なんだろ。あの私はラーメンが好きなんだと。我发现我居然喜欢拉面，这是很装模作样的。この幸せなのあ、そうですね。因为你知道我喜欢拉面，我喜欢的我喜欢你，不用第三人。すみません。そうですね。じゃあ今センテンスをあの
の作りします。 まずこの例えを読んでください。先念这三个例句。例え。自己想一个。我想一个。我现在就可以想一个。想一个。じゃあね、なんてあなたはあの私に好きなんだと。我怎么觉得我突然间喜欢你？不是，他这个不能用疑问句，因为他是很装模作样的在讲客观的第三人称，所以你一定要讲一个既定的事实，描述一个你的感觉。啊，そうですね。对。なるほど。はい。通常这个用在漫画跟连续剧里面，他讲的这个通常都是很装模作样的人，或者是准备要被别人打的人。比如说你忽然讲一句，你说我的希望萨波利が好きなんだ，就是我忽然间发现我很爱偷懒。就是这是一件不好的事情。サボリが对你还要讲的，好像自己很厉害。好きなんだと。はい。例え、私はラーメンが好きなんだ。好きなんだと。好きなんですと。因为这件事情就是包含ダーマ。お会いしました。敬语です。本当にすみませんでしたと。过去型也可以。すみませんでしたと。啊，真的是很不好意思。嗯，这个就其实は男、欸。这个就很欠揍，因为你在跟人家说本当にすみませんでしたと。你还要第三人称，好像不关你的事。你是很客观的在看一个人说，我真的是觉得对你很抱歉。他那个是很中文很难描述，他是第三人称的，他不是很，他好像不是自己在道歉，他是在讲一个别人的事情。那其实是这个是不好的，不礼貌的。但他就是装模作样，你知道吗？就会这样子用。啊，あなたに、なんて私が好きなんだと、我居然喜欢你。哦，我为什么喜欢你啊？不是，就是，就是比方说 Q 一个人不敢表白，他想说，啊，其实我是。あなたのことが好きなんだと。是不是这样讲？気がついたんです，还可以跟上一个剧情连在一起，可以。是不是这样？对，他就是日本人很喜欢这样。对啊，就是不好意思嘛，恥ずかしいですね。虽然我说我爱你，そうですね。害羞，可是我说 I love you， 我就觉得还好。そうですね。我说愛してる，我就觉得还好。对，都会这样。用我爱你就。讲台语啊，哎哎，你不要爱你啊，我是小朋友，这样可以的。そうですね。そうですね。这个就是这样。はい、OK 終わりました。はい、好、我们来看第二句。本当にすみませんでしたと。実は男の方が好きだったんだと。好きだったんだと。そうです。え、もう好きだったんだと。其实时间蛮好混的，我看没时间。よし行こう。好、第二句。そうですね。他说カボイの村出てから毎日。他说我从カボイ村离开之后。カボイの村出てから毎日。そう。同族や。同族。同う。同う族。トゾクトニューが舞い込んだ。舞い込んだね。意思就是说，我来无惧。我们降临了，我们从卡波伊的离开卡波伊村，每天我们都在跟盗贼还有妖怪这边打来打去。我的整个心里面。コロス？说那个桃斯啊。啊，对对，桃斯。然后桃斯口头的一拜，所以他一直在想，他想要打倒魔王。桃斯。后来的一拜打倒，我但是为什么他要打倒呢？因为他曾经他的心内只有想要打倒魔王这件事情，是现在不是，他现在他的心里面都是巨乳。你看你懂他的意思。巨乳が舞い込んだ，那个巨乳潜进他的心里面。舞い込んだ。从天这样跳进舞进你的心里面。舞い込み。舞い込んだ。舞い込むです。舞い込んだ。舞い込んだ。舞い込んだ。对啊。舞い込んだ。舞い込んだ。对。舞い込むです。对。然后他这个，你看他这红色的字这个句型，他说，逃すことでいっぱいだった私。他这个句型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哦。什么什么ことでいっぱい，就是因为你讲满满的都是什么什么，这样我这样这样写看起来很抽象，我讲给你听你就知道了。比如说你今天一整个下午你就想吃一碗拉面，所以你会说ラーメンを食べることで頭がいっぱいです，你的整个脑子里面いっぱい。ラーメンを食べることで頭がいっぱいです。对，你满脑子都是。毎日番組の内容を考えるだけでいっぱいです。对，私です。あなたですね。私は全然考えてないですか。考えないですね。全然そうですね。そうですね。なんで番組は全然考えないですか。因为主持人之来现场。そうですか。了解状况之后。現場だけ。
对，去演就可以了。错。对，那如果是那个，我们两个人聊得这么开心，我不知道观众看不看得懂。哎，看不懂，看不懂，我们就不要再问了、啊。没有，没有，我觉得很多人其实跟你一样，他们都懂，都懂一些，但其实观众也就有用哈、哦。好，你看，他这个一掰还有别的用吗？你们有啊？一掰ですか？第二张，一掰。感謝の気持ちが胸いっぱいです。嗯，我整个胸。胸部里面全部都是感谢的心情啊！ミルクがいっぱいです。そうですね。ピンクは、感謝ミルクも感謝の心。感謝の心だね。はいはい。日本人很可爱，他说我的胸部都是感谢的心情，他不会说我的心里都是。心からじゃないですね。胸から。对。然后你看他说。感謝の気持ちが胸いっぱいですね。对，其实他借代的是心理。はい。这个一百的用法其实还蛮好。いっぱいですね。要不然。お腹がいっぱいですね。就是那个一百。結構ですね。ちょっとね慢。満員ですね。对，所以比如说泰山的满席ですね。そうですね。泰山。じゃあ今人々がいっぱいですね。そうですね。泰山，你现在用一半，你造一个句，你说我每天都想要休假，满脑子都是休假。毎日やめることがいっぱいです。頭いっぱいです。頭いっぱいです。他刚刚意思说他满脑子想要吃，都想要不干。そうですね。そうですね。あ、リタイア。リタイアことが、リタイアことがいっぱいです。毎日休みの、え、休日休む？休む。休むは休み。休み休み。休みます動詞は名詞は。休みが頭がいっぱいです。大哥、最後一個了、因為時間不夠、我打一講最後。怎麼會不夠？我現在才七點四十。四十五分鐘要廣告。為什麼？麥克要切訊號。我覺得我們不要再廣告，不要浪費時間。那廣告看起來大概沒有人要看。不是要有要干嘛？有一些背后的作业，我们不方便在这边讲。什么作业？你讲。不方便，不你现在就讲。不好说，真的不好说。拿了人家多少钱？你讲。不好说，不好说。你讲啊。不好说。为什么要播那些广告？哎，我接个电话，你先撑一下。我要撑一下，いっぱいですね。感謝の気持ちが胸いっぱいです。啊，我胸中充满了感謝。メレブ、そうですね。エレイモンが、舞い込んだな。いつしか魔王でいっぱいだった私たの頭は少しずつ牛乳に侵食され、そうですね、ちょっと難しいんですね。何か悪い、何か悪い、バイで何か悪いですね。何が悪いことしたか、何が悪いことしたか、何か私何か、え、其实学一下哦，这样子你就可以在那个电玩里面有一些东西你就比较了解，尤其是在那个人中之龙里面，他讲很多废话，但是人中之龙里面你常常都不知道他讲什么，吼吼。啊，哪个的？哪个的呀？哪只的都没听到呀？他是那种，就是比较雅库扎式的说法，比如哪只的都没听到呀？你竟然以为几点呢？啊，哪只的都没听到呀？你以为是谁呀？大概是这样。そうですね。陈百祥是不是应该把头露出来让大家看一看？ちょっとね。言い過ぎだかのよう。言い過ぎだかのように。はい。誰？遅刻の電話です。早くです。少しずつ牛乳に侵食され。今では牛乳しかないと言っても誇言ではない。哎，台哥要进广告了。现在才四十分进入广告，他四十五分就要进广告。现在二十分啊？没有，现在四十四分了，四十五分要进广告。三十秒。红豆的是搞。对，那他有一句，那我们知道下礼拜再教了。他有一句最屌的，就是说，一 demo 卡工电话内，就是我这样说，卡工过言。过言，卡工电话内说的太过分的意思。一 demo 卡工电话内的。对，比如说太长了，何も過言ではないです。台上はだるい人と言っても過言ではない。就我说台哥是个很懒的人，完全不算是说的很过分。就这个意思。好，
CF お願いします。下礼拜。はい、また来週。